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又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。哎，我们看看啊，我和 Alex 要打什么呢？要拆这些了。Promo Packs 有几个呢？先是一个这个 Great Legend，一包、两包、三包 Great Dash Pack，三个这个 Dash Pack。1.0，这个我们以前还没有拆过。这有几包呢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包，一共20包。这个 dash pack 1.0啊，这个是不知道是不是在 YouTube 上最多拆的最多的一次。我还没有看见别人有拆过这么多包的，一次1.0，没看过。哎，这个1.0呢，里面呢一共有可以抽到五种，四个 R 卡和一个 S 二卡，S 二卡就是这个 Messindromo。好嘞，Alex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你觉得我们先拆哪个呢？我觉得我们先拆那个 dash park 是那个，先拆这个吗？还好是吧？先拆这个留在最后？我觉得那个留在最留在这个留在最后，后。好吧？那我们先拆这两个，因为这个两个我们这其实以前也拆过啊。这两个我们以前也拆过，都有了。三这个能抽到三种，这三个我们都有了。但是呢，我们也拆开看看这里面能抽到什么啊？我们来打开这包先。看看啊，哟，拆到了一个 Metal Garurumon，这个我们就有了，但是我们好像只有一张这个，还是两张这个，所以还不错了。第二包拆到了一个 Black Wargreymon，好，这个我们也好像有三张这个。加起来这就是第四张了，就变成一套了，组成一套了。好，这先放一边儿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开始拆这个吧。Dash Pack 1.0，因为有20包，所以我们的呢速度稍微快一点。这一共有五种，我们想要的呢，五种都想要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啊，一张还没有，但是我们想要一样一张最好先。第一包拆到了一个 Metal Syndrome，那个好吗？这个还不错吧？是 R 卡，但是我们没有的，我们还没有这个，不是一般的吗？是。这个我们还没有，这都是一图的，这些都是一图的，是不是？又到了，又拆到了一个 Metal Syndrome，看看还有什么能不能拆到一个不一样的呀？别告诉我都是这个20包。哎，拆到一个不错的，一个不错的没有的，这个阿古蒙，以图版的阿古蒙，我们没有。是不是 Alex 还没有这个？然后呢，来拆第四包。哦，抽到了一个 SR 卡，一个 SR 卡，Syndrome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没有的可以边儿。拆，好像又是一个阿公。又是一个阿古梦吗？那我们拆二拆十四。第五包。哎呀，好的，太棒了，这个我们没有。嘎布梦，以图版的嘎布梦，我们还没有，我跟你都得到了。还少一个，啊？
还少一个。那是四个。对了，我们还少一个 Puppet Moon， 是不是？嗯。一图版的 Puppet Moon。又一个阿古蒙。二十包啊，一次拆完。好了，这个我们都凑齐了就。那个也好。破本蒙，这个我没有啊。嗯。就等于我们已经把一套都凑齐了，但是呢，我们把所有都要拆开啊，我们不留着它们，都拆开，看看我们这个抽这个的概率是什么。三张阿古蒙已经，哇塞。这个马辛卓梦和托贝姆和嘎布姆还是少一点。嗯，抽到这个托贝姆，第二张。嘎布姆，第二张嘎布姆。又抽到一个阿古蒙，好多阿古蒙，好多阿古蒙，一套了已经四张了，嗯、是不是？嗯。嗯，托贝蒙又抽到一个，这个马辛卓蒙还是比较难抽的，因为它是 SR， 可能是因为，所以比较少吧。好，刚说少 A 就抽到了一个马辛卓蒙。嘎嘣也快凑齐四张了，把它这边往这边移一点。好，Metal Cedramon，嘿呀，五张阿古蒙了。新卓梦三张，那新卓梦四张了啊！看来这个概率也是几率也很大呀，抽到这个。哎呦，凑齐了一套这个嘎布梦了。好了，这个呢就是我们最后一包。最后一包，看看拆开有什么，看看这是哪个最后一包。嘿，又是一个马辛卓梦，这样就我们就五张马辛卓梦，等于说这次我们抽的这个最少的是 Metal Cedramon 和 Popinon， 这个是各有三张，然后呢我们这个阿古梦呢有五张，嘎布梦呢有四张，然后马辛卓梦有五张，啊，算起来还是比较平均的，还看起来比较平均。好了，我们来抽这个最后一包，这个 Great Legion Power Up Pack， 这个我们以前也抽过，我们以前也打过，拆过很多包了，已经，好像拆过，没记错，应该拆过。六包，嗯，有点记不清了。来，我们把它打开看看有什么。嗯，这张我们已经有了。然后呢，第一张是不是闪卡？第二张都是闪卡，每包都是一样的。是不是我们已经有了呢？还是没有的呢？Dimmy Dimmy， 这张我们应该也有了，有了闪的，但是没有关系啊。好的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得到的 Promo Packs 得到的这些卡。好了，谢谢大家今天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